在人间天黑。各位夫人小姐，我一位朋友啊，比我更大方，更有佛心。你们要不要问问他要捐多少？好啊，当然了。哎，大侠客，他们想知道你要捐多少钱呀？哦，他说愿意捐5两。5两？哎，不对，他说5两太少了，他愿意捐10两。啊？10两？哎，不对。20两，30两，40两，50两，60两，70两，他说愿意捐100两。什么？100两？哎呀，谢谢大侠。这狼哥，这是三狼客哎。哎呦，真的是三狼哥。谁和是邻居呀？是啊，是我们心仪已久的三郎哥耶！哎呀，你累坏了吧？哎，快拿点茶水和点心来呀！快点！三郎啊，我们是远房亲戚，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是啊，记得我。哎呀，我记得了，哎，我全都记得你了，你们都长大了啊！快点，三郎哥。干嘛？三郎哥呀，不仅长得帅，气质也好，而且呀还是个大善人。是啊，你一路过来捐款，这一路上可辛苦了。对，哎呀，三郎哥，你这么辛苦，不如这点小钱由我来替你捐吧。不行，三郎的钱由我来包。不行，三郎哥，你的钱包在我身上了。哎，是我身上来捐，三郎哥交到我身上了。喂，你念什么呢？喂，到底要搞什么鬼？我是不会上你当的。什么？你要逃婚啊？你要离家出走啊？你要向菩萨诚心忏悔啊？哎呀，你做了这么缺德又不知羞耻的事，菩萨怎么会保佑你呢？哈，是吧？是吧？嗯。我们来做个协议，今后不要再戏弄对方了，好不好？是你先戏弄我的，我这是一报还一报。那现在我们扯平了，今后和睦相处啊。好吧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身为一个大侠，就不跟你这个小女子计较了。一言为定哦。我找个人帮你解签啊！喂，你要搞什么鬼？哎，我们已经停战了吗？啊，谅你也不敢。哎，老人家，麻烦你啊，帮这位姑娘解个签。好。哦，第100签呢？哎，不对，我抽的是第1签呢，被他给换掉了。给我！哎，你真的相信我啊？他这第100签真的是他抽的？你还敢说？我就知道你会整我，所以我才过来看看的。结果真被你换掉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呢，自己倒霉，为什么非要装作抽到第1签呢？啊？哎呀，我明明是第1签吗？好了，二位不要吵了，听本居士一句话啊，百般尽随缘，错又错着，哎，这就是缘分
啊，这第一百千现在是小姐的了啊。哼，而小姐这第一百千瞻艳古人唐明皇击鼓催花，这签文是百花竞放贺阳春，万物从今尽转新，莫数莫言穷运至，不知否极太来贫。那是好还是不好啊？这第一百千乃是尾数第一呀，天运循环，无往而不复，这万象维新，渐进佳境啊。嘿嘿，小姐，您红光满面，只要一鼓作气，意志坚定，就是花儿也会被你感动的，百花竞放啊。此签乃是上签呐。真的？哎，老人家，这第一百千本来是我抽的，这好应该算我的，不算他的吧？什么？你呀，哎呦，阴霾盖顶，心不足，力也不足，这第一百千对你而言，那是树木到此则为尽头，人运到此则为穷极矣。嘿，此乃下下之签呐。什么？而且你倒霉透顶，穷极无路，这能否熬过，转化在人，若能否极泰来，转祸为福，这也是可喜可贺呀。哈哈，哎呀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。我才没那么迷信呢，好运由我不由天，好运坏运呢由我自己决定。我也只是玩玩而已呀，不会当真的，我一定会相信人定胜天。哎呀，二位说的对。什么？其实啊，卜卦算命也不可尽信，做人呢还是要靠自己，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是啊。哎，你既然告诉我们不要相信，那你为什么帮人家解签啊？你实在太过分了。其实啊，我也只是混口饭吃而已呀。啊，混饭吃啊？那你这样让他欢喜让我忧，不是在骗人吗？不要理他，我们走了。好。喂，信不信没关系，这钱还是要给的。什么？还要付钱呢？好了好了，给他好了。多少钱呀？一文钱呢，我给你。不，一两。你给一两银子啊。你这回真是啊，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哎，你呀，要给一两金子啊。有人五十步笑百步啊。哎，为什么他只给一两银子，我却要给一两金子呢？哎，因为一看小姐您就知道是万金小姐，她是个千金少爷，所以价钱就不同啦。都是你不好，非要到这儿来被人家骗。哎，我说要回去的，是你自己说要到这儿来玩的。我说要来就来，我说要你去死，你去不去死？哎，你这个人真是无理取闹啊！是你这个人做人没有立场，都怪你，是你不好。你不对我好，我干嘛要对你好啊？就是你不好，你不好，你不好，是老头不好，是老头不好。银子给你。真是五百年前缘注定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啊！哎，本居士有时候也是蛮准的啊。大娘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，玩得高兴吗？还可以吧。哇，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，烧了这么多菜。哎，不多弄点菜怎么能够三个人吃啊？啊，三个人啊？啊，大娘，看来你对狄三郎还挺好的嘛。我不是对他好，而是对你好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三郎啊，一定被你戏弄了一整天了。我今天呢，让他好好的吃一顿，帮他呀消消气儿。哎，还偷吃，快去把三郎叫进来吃饭呢。我才不要去叫，要叫你去叫。哎，
你不去我去，你把菜端过去好吧。哦，哎呦，这丫头。三郎，想吃好吃的，我就好好的招待招待你。喂，你就算不顾着你的大侠风范，也该尊重一下我们吧。哎，三郎，就像在家里一样，随便吃，别客气。谢谢大娘，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是啊，尤其是这道菜是大娘特意为你做的，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品尝啊，千万不要浪费了啊。吃，吃啊，好菜啊。好吃好吃。好吃啊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水，阿水，大娘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这菜怎么这么辣呀？哎呦，这么辣，你也吃得下去？哎呦，我从小就喜欢吃辣椒。来，可以说辣椒啊就是主食。我娘啊就是用辣椒从小把我养大的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啊！青青啊，你干什么去了呀？一看呢，就是辣的受不了了。半个头啊都栽到水缸里去了，说不定啊连半缸的水都喝光了。来啊，再吃点啊。大人，何捕头不用多言，铁围玉的命案实在是非同小可呀。还是属下知道。那么你可知道，铁大将军更是惹不起呀。所以本官已经决定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。我跟你再说一遍，本官昨天已经离任，所以在任期间并没有命案发生。这件案子应该由新来的知县负责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记住，这官印是我昨天就交给你的。哎，这麻烦你连同案子转交给新来的县官办理吧。不，我哎，你不用说，你不用说，本官与何捕头共事多年，对何捕头的为人非常的清楚啊。何捕头尽忠职守，保境安民，我一直心里有数，所以何捕头一定不会负我所望，拿着官印等着新任的县官上任吧。大人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可以上路了。哎，行行行行。不是，这有机会我再找你喝茶聊天吧，后会有期。这糊涂县官比我还精，不负责任，溜得倒快。我呸！东东，过来端面了。哦，那个桌子，小心别烫着。来喽。哎，真懂事。您的面。哎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哎，你就是上当。
什么面吗？先坐。你是坏人。喂，我是好人，你是女人。喂，我是男人。来，你的面来了。爹，他是坏人，怎么还没死啊？东东，别乱说。对不起啊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别见怪。哎，没关系的。东东，走。今天生意难做，我们不干了，来收摊回家。好，快走。该办的事儿吧。是，封锁客栈，把所有客人带出来审问。官爷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巡捕营在此公干，违令者杀无赦。进去给我搜。是。你跟凶案什么关系？快说。没有，真的没有，没有关系啊。那个杀了人的女人，跑到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。楼上住的人，快押下来，行动要快。是。你过来，把你知道的一禀告雷参将。雷参将，说来话长，事情就是什么呀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，请参将。快走！你们干什么？快点！别碰我！快点！快走吧你！少废话！快点过去！禀告雷参将，我们在楼上抓住一个娘们儿，她一直鬼鬼祟祟的躲在房里不肯出来，行迹十分可疑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房间里干什么？名字？我认识的人很多，他们是通运钱庄贾老板、西江米商夏公子、梅东知府林大人。还有关州陈员外，所有的人都来捧我的场。你们到底想知道哪一个人的名字啊？抓走。是。好，走了。你们为什么要抓我？为什么要抓我？你认识那么多人，我怀疑你跟胡椒是一路货色，甚至是同党。带回去好好拷问。是。走。走。走。你们不要抓我。不要抓我。走。这别留着啊。哎，燕老板，走！燕老板，燕老板，好啊！你什么人？雷参将，他就是这里的捕头何守义，就是他，总是碍手碍脚的。嗯。我要带他走。你凭什么？我雷豹要人，你管不着。我是地方的捕头，就算你在这里犯了事儿，我也能管。嗯，你如此袒护这名女子，莫非你和她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秉公办事。好，我看你如何秉公办事。都是吃皇粮的，有话好好说，又何必动武呢？
什么热闹都是，我看轿子里是谁？这个世道啊，好人不少，坏人也不少。嗯，东东，赶快收拾东西回家吧。啊。哦。属下见过谷夫人。阁下一定是何守义、何捕头了。正是。谷大老爷在衙门等候夫人，令属下前来迎接夫人。有劳何捕头了。姓何的。你办你的案，我抓我的人。我家公子的遗体一定要运回京师。敢问这位将官尊姓大名？巡捕营参将雷豹。请恕小妇人无知，敢问参将是几品官？是从五品。是从五品。曾记得我在兵部尚书府内跟八王妃和尚书夫人一起打麻将。谷夫人，你想用他们的名字来压我吗？不敢，我只是认为五品官也应该认识他们而已。哎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什么事啊？刚才听二位讲，这里好像发生了人命案。虽然我并不了解事情的始末，但是有一点常识的人也应该知道，打草惊蛇既不能抓到凶手，反而会把凶手吓跑。何捕头，这个道理想必你也应该明白吧？属下明白。何捕头，现在需要找到证据，抓到真正的凶手，不能让凶手逃之夭夭，否则就更加难向县老爷交代了。夫人说的对。东东，别玩了啊！哎，东东。什么？不许欺负小孩子！哼，算你走运！哎呦！哎呀！哎，小弟弟，你没事吧？你的弹珠。谢谢姑姑，你的声音可真好听啊！没事吧？没事。走，回家啊。去扶危镖局，捉拿犯人胡椒第三郎。是。恭送夫人。是哪家皇亲贵胄的公子被害，弄得如此兴师动众？哦，是铁大将军家的二公子铁维玉被人杀了。
娘，马上把他叫醒，叫他明天不要这副德行让我看见。哼！狄三郎，狄三郎，你今天也累了，早点回去吧，洗个澡，换换衣服，早点睡吧，明天早上再来吧。啊！哎，别睡了。你什么人？为什么跟着我？我是福伯。哎呀，福伯，对不起啊！哎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我怕被人看见。来，快来！哎呀，三郎啊，我知道你回来，你回镖局这是必经之路啊，害怕被人知道，所以我就穿成这样在这里等你。哎呀，我一不犯法，二没什么仇家，怎么会有危险呢？胡椒啊，杀人逃走了，整个衙门都以为和你有关，到处抓你。我的胡椒啊！什么你的胡椒？害你害的还不够啊！哎呀！我去跟这个何不得说个清楚，我跟这件事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想也别想啊！将军府来了一个什么雷参将啊，蛮不讲理的，已经带人到镖局搜查，你回去准备人抓呀！哎呀，那我岂不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？难道身为一个大侠，总是要浪迹天涯吗？什么浪迹天涯？你在后山不是有一间老屋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幸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！你呀，最好到那里躲上十天八天再说吧。这次我冒险通风报信了，已经情之已尽了。嗯，如果被人发现我跟你在一起啊，那我准完了。我的客栈也保不住了。你记住，小心点。好。哎呦，父王，你没事吧？啊？不，没事。有没有人看见？没有。那我走了。啊。小心点啊！没事。小心点啊！站住！哎，匆匆忙忙的赶着去哪儿？哎呀，我要是不急着赶回去的话，我家的那个黄脸婆，哎，要骂人了。你呀，今天晚上到处在抓人，我看你呀，还是早点回去吧。啊，是，谢谢啊，走吧。我就让你在里面，你给我出来，在哪里啊？相公，相公。
公，别叫我相公，谁是你相公？那不然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？你浑身涂着香粉味儿，我隔了好远鼻子就闻得很痒的。喂，怎么几年不见你们家越来越穷了啊？哎，你看啊，这米缸里啊一点米都没有，更别说什么山珍海味了。我平常都住在镖局里面，这里哪会有米啊？你以为这里是云来客栈啊？随时都有山珍海味。哎，我发现呢，你生气的时候好有男人味儿啊，我喜欢。你当初不是很神气的走了吗？干嘛又回来啊？你不是说你一直想让我回来吗？我可没有。你有的，哈。哎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没有啊。当初你逃婚害我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，现在你杀人又回来连累我啊？啊？真的没有，没有吗？你还想骗我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如果不把你赶出去的话，太对不起我自己了。注意！喂，我在这里就认识你一个人，难道你见死不救吗？我不去报官，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。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！哎，我真的是清白无辜的吗？跟个男人到客栈去开房间，还敢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？出去！我只是不想挨穷，不想吃苦嘛。我只是想嫁一个有钱的人呢。他说他可以给我买金银珠宝，可以给我买新房子。可谁知道遇人不淑，让他灌醉了吗？人家说你就相信啊？人头猪脑。那谁知道啊？后来我醒了，哎，一看他死在那儿了，我心一慌就跑了嘛。哼，我又没有害过人，为什么碰到这种倒霉的事儿嘛？你看，脂粉都糊了，我可不可以洗个澡啊？哎哎哎，你干嘛？我这儿可没有女人衣服可以供你换洗的啊！我去睡觉好了。哎哎，你干嘛你？哎哎哎，你干嘛你？你干嘛你？干嘛你？我睡觉了。想得美啊你！走走走走。哎，这么晚了，你就忍心让我一个人在外面露宿街头啊？哎，那不关我的事儿，走走走。哎呦，就一个晚上，一个晚上，好不好？求你了，嗯。哎呀，这是我的床啊，你要睡呢就睡在地上，记着，明天一早就走。天下男人，没有一个是好东西。喜欢你的时候当你是宝，不喜欢的时候当你是草。大娘，大娘，去哪儿了？小姐，我上山采药，也疗脚伤，叫三郎带你去玩，费大娘留字。哈，这写的什么字嘛？还说自己是博学渊才，真是吹牛啊！哎，采药的采写成彩云的彩。哎，治疗写成野疗啊，治字少一点儿，聊字又写成聊天的聊了。哪里去了？给我出来！哼，这个该死的狄三郎，以为他自己不露面就不用干活了，想白拿钱呀？别让我看见他，不然啊，又套数的。哼。
郎是堂堂的未来天下第一剑，怎么可以干出偷香窃玉的勾当呢？反正也没人看见，摸一下也没关系啊。既然摸一下没关系，那亲一下也应该没关系啊。啊去！啊！我要你睡在地上，你干嘛上床来啊？你不知道啊，那地上啊又冷又硬的，不像你的床啊，让我睡得又舒服又暖和。哼，你不是嫌我穷吗？你不是说我不能让你吃得饱睡得暖吗？喂，你那么大声跟我说话干嘛吗？我不仅要大声说话，我还要大声骂你呢。你说只睡一个晚上，现在已经天亮了，你可以走了。哎，你真的舍得我走吗？你真的舍得我死吗？我才不上当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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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既然讨厌我，我走了。哼，你走了就不要回来。哼！明明知道我心软，怎么不多求我一声呢？我肯定不会让你走的。我不是叫你不要回来吗？你回来干什么呀？我也不想回来呀。是不能出去啊！不信呢，你到外面去看看呢。快来，你看，啊！哎呀，这边还有。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快把它撕下来呀！你看看，都是你害的。现在不管你不能出去，我也出不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从此以后，我们被困在屋子里面，再也没有办法脱身了。那也好啊，我们可以啊，悠哉悠哉的在这儿过日子，谁也找不到我们。哎，你。多少回，问上是否？
谁能苦苦相守？可是，可是，为什么我还在等候？长久，我们爱无边，人长久。